年的金太奖的报名影片也体现了国际性，其实也代表了国际这个电影界的一个大家的进入到一个创作的一个高峰了啊。所以说呢，今年的入围影片里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12个入围剧组，尽可能的来到现场参与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们到北京之后，还会有多场的映前映后和影迷的这种交流。